你没老婆了，我懂。要我的女人多了，是我不要她们。 我应该做什么？我可以做什么？后八之人，可听明白了吗？放心，我懂。白痴！今天大家都成为妖王殿的主宰，生吃妖王肉，好吃。 我像贼吗？别跟我装糊涂！我怎么可能是贼？还没有杜飞的消息吗？啊！你们改剧本，商会出资弥补你们损失的一半。你要我改剧本？不可能。 来了啊！红豆补血，也不补其实。 你多喝一点。This is good. 今天咱们无罪不归。我想知道，到底生娃娃是怎么回事。